要互相体贴，是吧？当我女儿很忙的时候，你主动的做家务事，我放心的把女儿交给你。哇，谢谢许妈妈，哎呦，好甜蜜啊，好开心、哦，谢谢，完全是找一厨子回去了。下面刘老师、哎，刘老师来了啊。刘妈妈，本来我也喜欢那个小高那么高个，嗯，他一个人不能分作两半，对吧？对。那我呢就喜欢，爹，那就喜欢那小孩，朱子骁是不是？啊。他有一点啊，他感情不太专一，每个妈妈都跪下来了，你只能跟我一个人跪下吧，宝贝。好，第二关我们礼物动人心，每一个女婿都有带来一份礼物要送给妈妈们，看看每个人的礼物是不是有巧思，又是如何送的，好不好？张翰，送礼时间。爸爸，这是什么礼物？这是一张存折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妈妈，您听我说，我呢，现在已经把我之前所有赚的钱都交给了您的女儿，包括她的幸福，这一辈子我都会来承担。然后这一个存折呢，您有一个，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也有一份。虽然这个存折的钱是零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会不断的让这个数字变大，然后我会让您和我的爸爸妈妈幸福。哇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就不单送给哪个妈妈，就是直接出来说，让妈妈们心里知道就好了。因为这次妈妈可以重新投票了，好不好？妈妈，那好，一个妈妈也是代表了，领了这个存折，对不对？已经带好了，好。OK， 好，你要送的是什么礼物，赵又廷？我要送的是一个手机。为什么送手机给妈妈？妈妈为了表示你可以信任我，你可以相信我，这只手机送给你，里面有我的号码，我也有一只同样的手机，你随时打电话我随时都会接，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，随传随到，你需要我的话，好，都要，我先保管一下，等一下看是你给哪位妈妈，不是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浩明的礼物是，我会送一只小狗。为什么要送小狗？因为我把他女儿娶走的话，他也许会在家里面会很孤单，所以我就送一只小宠物，让他开心一点，陪妈妈。好有心，对，好有心思，谢谢。我正好没狗，我拿着吧，先。哎呦，妈妈已经开始动手抢了，我今天抢礼物了。下面承恩，你要送什么？我要送给妈妈保养品。保养品，对，为什么？其实你们的女儿交给我来照顾，那我希望今后你们交给她来照顾。里面有万能的 BB 霜，还有美白的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后每一天都能够每天都很健康，每天都很漂亮，每天都很棒的保养霜。谢谢，就是意思就是，女儿交给我来照顾，妈妈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疼爱自己、保养。没错，对，让自己越来越美。好棒哦，这个很有心思。谢谢，谢谢陈恩。好，下面放到这里。李翔，你要送什么？李翔准备的礼物是，哇，这么大耶！好有气魄力哦。我准备了就是一些我自己做的巧克力饼干。哦。好，我们要打开来看看哦。这个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些巧克力饼干。但是是你自己动手做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所以妈妈们现在正好晚上录节目也累了，可以妈妈们尝一尝，是吗？谢谢。哈恰波吗？哈恰波。还有别的，还有别的。还有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跟一家台湾很有名的蛋糕店合作的。合作的，我跟蛋糕店有制作一个自己的蛋糕。你自己制作？自己设计的。然后从台湾带过来。从台湾带过来。来，这个我们看一下啊，来镜头看一下 ，Love you， 好漂亮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高以翔。好。这个蛋糕。这个饼干好好吃哦。接下来又轮到我们朱子骁。谁笑的？我觉得我送的相对他们来说太贵重了。贵重。妈妈们看好啊，我送你什么？叶子，花。其实我送的是
每天可以把家里不快乐的二氧化碳排除掉的一个快乐的氧气。我作为你们生命中最好的女婿，每天给你们带来快乐，让家里渲染快乐的气氛。你这是小子也太有心思了吧，一个一个的啊，妈妈们为难了，妈妈们为难了，每一份礼物都是让底下尖叫的礼物，我们看这回妈妈们要怎么选好不好。好，来我们请刘老师先来好不好。哎，那我换一个吧，我就换了那个小糕，做这么的好吃的，我也比较好吃一下吧，我就选你了啊，我不要你了，换小糕了，你就算这个花花花，买个实际的，这个好实在的。刘妈妈喜欢实在，跑票了，已经跑票了。好 ，yes yes 花没有。对，看来刘妈妈是喜欢实在的，那许妈妈喜欢什么呢？刘老师呢、嗯？你又把我的小糕抢走了，不是抢。我觉得，那个张翰吧，啊，也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张翰这个孩子呢，我也蛮喜欢他。一个他是东北人，我老头也是东北人了，啊，他送的那个存折呢，虽然说并没有钱，但是表示了他一份心意，他爱妈妈呀，他爱妈妈啊，爱家呀。好，从零开始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现在送妈妈，我嘞，于浩明，浩明是的。什么？于浩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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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男生，快乐男生，哎呦，对，快乐男生。妈妈跑票了，每次跑票都有话说，而且妈妈每一次都抱得好用心的，谢谢妈妈。好，下面熊妈妈来了，熊妈妈，先干净，你先拿过来。我其实我也是喜欢浩明，为什么呢？该人，我就是最喜欢这只狗，晓得不咯？我一直以来就喂狗，我喂过好多年生的狗，所以呢，它获得我的心意。生条狗吧，我们是最好的。哇，所以你其实选的不是浩明，是他，是不是？这一轮浩明有两票哎。哇，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一个比赛呢，叫做《爱就向前冲》。很简单，妈妈们会拿着苹果坐在两边，然后我们一组一组的，我们的偶像们呢会努力的为爱向前冲，看看谁在规定时间里吃的苹果最多，谁就能够再胜出一道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爱就向前冲，我们首先第一组要参赛的是高以翔和朱子骁，两位请就位。哇，这很难比吧。啊，有什么要跟朱子骁说的？现在加油啊，还有你加油，你要跟他说什么？你这个加油未免太蔑视我了吧。好，朝着妈妈们手里的苹果去啊，预备备，注意安全，别扭到脚，开始。哎呀，差一点就知道了。好轻松。三二一，时间到。明显的我们从镜头上看呢，是高以翔咬到的口数多，但是没有想到呀，没有想到这个一口气可以吹出一个鸡蛋的朋友，他也可以吹走一个苹果呀。高以翔如何评价刚才的比赛？其实我没有感觉到他的力量。他说他没有感受到他的力量，但是你有感受到他的大嘴没有？有，我不知道他咬这么。